你怎么就知道玩游戏啊？我这休息时间玩会游戏怎么了？而且吃药，在关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没有名字。呵呵，你好啊，小王子。嗯，我们认识吗？嗯，我当然认识你了，你认不认识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打开游戏，进入美食村地图。进美食村？嗯。哎，不对，我干嘛要听你的话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进美食村了呀？欢迎来到死亡游戏。游戏规则：你需要作死三次，每次作死时间1分钟。只要你没完成，美食村成员就消失一个。切，你骗鬼呢？我才不相信呢。作死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美食村的成员击败你，并且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游戏以及规则，不然就会判定失败，美食村成员全体消失。祝你好运。怎么可能？一看就是诈骗。嗯，什么动静？怎么回事？番茄的房子怎么消失了？难道番茄在美食村的痕迹已经被抹除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让别人消失了。汉堡，汉堡。小王子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着急？快快点打我，把我嘎了。你说什么傻话？你没发烧吧？我要去找奶茶玩了。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不能告诉他们实情。嗯，有了，我只能让汉堡生气了。串谋，你给我站住！上次藏私房钱是我告诉奶茶的，还有上上次也是我告诉奶茶的。小王子，你别开这个玩笑，你怎么可能告密啊？奶茶叫你来考验我的吧？倒计时20秒，这都不行，该怎么办呀？时间快到了。对了，有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奶茶这个母老虎每天那么凶，根本不配有人喜欢他。小王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奶茶？看来有效呀。哼，大家都这么觉得，像秤砣一样又矮又胖，母夜叉都没他长得丑。臭小王子，不许说奶茶坏话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恭喜你完成一次奶茶汉堡，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了，我得去下一个辣条架进去。辣条架，辣条，辣条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小王子，这么着急干嘛？赶着去投胎呀。什么投胎了？你现在一拳打到我的脑门上，快。没想到你居然是个抖 M 啊。什么抖 M 呀？辣条，我很认真。我也很认真的说呀。哎呀，你不是平时总喜欢坑我吗？你继续坑啊。哎呀，那只是和你闹着玩的嘛。小王子，你是不是病了呀？抑郁症还是狂暴症？我没病，你才有病呢。你看这么暴躁，肯定没有病。走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行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要怎么才能记录辣条呢？哎，有了，辣条，你不是说你辣条总是不见了吗？其实是被我偷偷吃掉了。你不是生气了吧？我就说我的辣条怎么不见了，原来是你小王子。那没事了，我还以为被别人偷吃了，是你小王子吃的就没事了。这都不行，放大招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八岁还尿床，九岁不小心掉进粪坑里，还有你窜戏没憋住拉到裤子里了，都是我告诉小辣的。小王子，你，我就说小辣怎么会知道，原来是你告诉他的，害得他每次都用这个嘲笑我，该我怎么教训你啊？对对对，用力，没吃饭呀。你还这么嚣张，我打。恭喜你完成第二次。还剩下最后一次了。嘿嘿，挑战一天不生气，要是生气，生气就给小王子涨1000零花钱。果冻，果冻。小王子，你来啦。果冻，我藏私房钱了。不就是私房钱嘛，知错能改就行。我就不改，我还藏，这里藏完那里藏。小王子，你怎么还有一次？还要我和私房钱玩捉迷藏？真的？这不对吧，果冻脾气怎么这么好了？我天天背着你看美女。美女？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我也喜欢看美女，下次一起看啊。啊，这都不生气，我要怎么办呀？看来只能出绝招了。果冻，我们绝交吧。臭小王子，你得寸进尺了是吧？要不是老娘今天挑战不生气，高低给你几个大逼斗。小王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逗人家啊？这该怎么办呀？这都不生气。八，果冻，你快点打我呀！你快点呀，来不及了呀！六，啊，人家这么淑女，怎么会打你？小王子，我是不会生气的。一，挑战失败，惩罚开始。哇！